泛省建设，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，试点开展明眸皓齿正心立身健康工程，推动社会保障提质扩面，按国家部署做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，完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治制度，扩大异地就医结算的覆盖面，推进公益慈善事业等健康发展，做好退役军人保障和优抚安置。